南非的选手维尔乔恩在150米处目前组的一，佩里暂时组的第二。维尔乔恩的跑法呢，整个的核心打的是比较紧，前后摆呢速率步频比较慢。也就是这种佩里这种奔放型的跑法，两位选手代表的不同两个风格。佩里和维尔乔恩两位选手目前应该是处在领先位置，再到并给南非的选手这里闹了，现在状态处于现在慢慢落后。来看已经终点区的最后20米，最后来自南非的选手维尔乔恩率先到达，参考成绩52米。52.62，一起来关注成龙的2连的第一项，20的第二项。